农历年前，大同区慈济职工感恩警消送上祝福，延平分队小队长也宣导春安行动，也是祝大家新春平安，例行的宣导，再请注意家里防火用电，那注意家里的安全，那旅游出外也注意交通安全。一首温暖满人间的手语歌带动，在捷运警察队以及大同分局都热络起来。75岁的陈丽云第一次来，心欢喜。普通时啊吼，拢是警察在甲咱服务，啊，今仔日吼，我会当来遮甲警察结好缘，足欢喜的。我们能够把我们警察的本分工作啊，把它做好，然后让市民能够获得最大的安全的保障，他的生命财产能够获得维护，那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责任。年关将近，警察告诉志工，防诈骗、反诈骗的任务不会松懈。借着短短一场感恩会，也为春安虔诚祈祷。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黄荣辉、洪炳炎台北报道。